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叉子。在陕北洛川这边，你看我们住在阿姨家里也住了12天，在甘肃天水小谷家里也住了12天，不知不觉，阿姨，我们今天就要回去了。来，阿姨，交点心意。哎呀，给什么面子？你先过去叫啥也是。你吃啊。你这个条件，他到我这个家宅的。昨天晚上给你孙子也买了几头牛来，买什么好东西给你的？哎呀，给三路不给。我这边每天早上呢，阿姨起来就给我们准备了好馍啊、小米粥啊，哎呀，都还有鸡蛋呀。你吃和那饭他就不一样。阿姨的身体有点不太好，然后呢，前两天好像感冒了。是的，感冒，这两天天感冒。年纪这么大了，他比我妈大几岁，然后还要雪地里面每天干活。这你到给人要还工了嘛？就幺二五，人家那天工要给人家还了。阿姨很能干哈，因为家里面现在，农忙的季节，每家每户都有果园嘛，是不是？家家都有嘛，你像我这家家都有。是的，阿姨。我们等一下收拾行李，就准备出发。哎呀，忙我是你再吵一天，你过了这么多天，我们要走啊。阿姨有点不舍我们离开，我们对阿姨呢也不舍。阿姨啊，来日方长啊，明年的今天我们又来啊，多注意身体。我这身体不好，你这个。对，多注意身体，阿姨啊。等一下我们去县城帮你儿子打个转，我们就离开。给他打个招呼。你到我洛川城里也吃我洛川城里早进的小吃。不用，我们吃完早上就走了。因为到我们老家有两天，要开两天。要开两天。对。那才辛苦。没办法，有1500-600公里啊，你这么远啊？对，哎呀，你去干嘛了？你看你这两篮子，这个给我们的。给你往里回，你走。哎呀，这个好大的果子嘞，哎呀。这苹果。我的个妈，这么大一个。这是光棍，这是光棍，这是光棍，什么桃子你尝一下。哦，这是品种是吧？哎，不是，这是光棍，这是没套袋。哦，没套袋的。哦，你拿呀，回去尝一下，看稍微的，这边好不？我们就拿几个就可以了，阿姨。这一笼给你买。哇，放不下了，阿姨。放多了。不的，没事。没事。对，袋子给你。好吧，谢谢你。阿姨，谢谢你了。谢啥的嘛？套上。我就稍微带一点就行了，真的不要这么多，阿姨。他说那筐子一起给你，你俩筐子一起给我啊？两筐子，这桶的货，这筐子虽然烂，你拿着直播的，要不是我们都有好筐子给你换，要不要换一口？没关系，就拿这个筐子吧，这不就是我们直播的筐子啊？这里给你一桶。阿姨说这个筐子给我拿回去了。谢谢阿姨了。阿姨，谢谢了。你这些天生活也没吃过，也没喝过，你都委屈了。吃好喝好了，吃好喝好啊。吃饭好喝上你，我也不会走你吃喝那饭。哎呀，南北饮食，我尝你的那个北方美食，到时候到我们那里去尝尝我们的南方美食啊！照顾好身体，阿姨，明天见。行，好了，我们上车。就你放在你这后头，软软的，他也不会烂。尽量的慢一点啊。好。我姐一天走不到2天嘛，2天走不到3天，慢慢来。好。尽量慢一点啊。阿姨保重啊。注意身体啊！拜拜啊！好嘞，谢谢了阿姨啊！再见喽。